你是在认识你，不是吃个饭，在惠东吃过一个。哦，我们还一直没煮过呢。下面，然后写一个时间，标示一定的月。我有飞吗？那好，就那个月吧。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你让他做，让他做。在我这边，我非常有印象的就是有三笔。第一个呢是三十岁，第二个呢是十八点五，再还有七的话有一点七，就这个。其他都小的，不要那么多。老王，我认识老王还是有段时间，比你早。啊，老王是绝对只报喜不报忧，他不管跟我聊的啥，永远都是好。他是这样吧？那你呢？你到肯定最近的活动不多。我觉得还是要定目标，就是给他定任务，就是你负责负责这一块，对吧？那你负责投融资，你不管大的小的资金，大资金可以找小资金，小资金更好找啊。他至少更好做。接下来，做好这个规划，老年项目就很大了，老年项目这边。就老颜值一个月能进50000块钱，至少应该有收益，你其他没有产生收益。这个样子。运营中心啊。王应该是给王应该是拿去很好吧。